们现在呢，把《北京的金山上》这首歌呢，把歌词我们精细的去处理一下，我们一句一句的来，北京，北京，对，金山上，金山上，哎呀，好多了啊，我们再来一下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，哎，好多了。你听老师说啊，针对于安琪你现在容易垮着下巴去读后鼻音的这种坏习惯，我们怎么去解决呢？所有的昂口音都用笑口归，笑口是什么意思？微笑的状态，提起笑肌来唱方啊，你看。北京的金山上光芒，光字也一样，光芒照四方。再来一遍，预备，开始。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。很好。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。跟一下乐谱啊，Oh,
好的，这节课呢，我就讲到这里了，咱们下节课再见。